幼茶浸水发香菇，有查甫有志气查甫会中志，有志气查某会伶俐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男人有志气，废铁炼成钢；女人有志气，乱草插成秧。君子爱英必有亲，班花爱班不担心。喝酒饮来倒当阿醉，喝花金板金立心。有门口一丛相思丛，相思白发不知人。先生的来看讲无望，无望啊！大金的来看好担当。哎呦，哇！拜拜拜拜！你真好，我大一放心，讲话真认真啊。哪里像你，台湾国语永不进步。丫头，你是公耍的。公耍吧？哎，你是哪颗葱啊？要知道今儿个可是国际演讲会史无前例的国语、台语、客语、英语的四语联合例会，我上台来表演的，你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去去去，哪边凉快你闪哪边去。闪边而去。对，说的真难听。你讲嘛个呀？没有嘛，搞错了呀！啊，这么凶！我去只官僚讲，你今仔日是题目是叫做“台语早就甲国际化接轨”啊呢？没错啊，是要讲台语，也不是要讲国语呢。哦，应该选的是你呢，自己去遐领200块坐出租车去。领200块。啊，说台语的。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么小气啊？才给200块，我赏给你。我不坐出租车，我坐计程车，留下来你自个儿唱独角戏吧。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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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的肚长啊，就跟你的腿一样长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刚好像听你说，你今儿个不说国语是吧？阿蒙头浇水，确定。确定。我对头到尾拢讲台语。都说台语。我若讲国语，我就是。是什么？彪。彪什么？彪兄。没骨气，彪兄。请问一下哈，你刚才有没有说这个国际化？啊、接轨、哎，出租车，哎，对，这三个词儿是台语呢？不是。哦，你又不说国语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天语啊。啊 ，You say what？ 啊，你讲啥？什么叫做天语？天语你都不知道，天语就是在提供背老天爷说的话，我们凡人都听不懂啊。今天变成无语例会了。啊，你是怎样？哎，买啦买啦，新疆你头麦没准备的，他们得罪过了。哦，安尼啦，咱大家吼，生活大家安尼。老人吃麻油，老了一点了。热闹一下。哦，讲一下四句嘞。好。来，人生可比大舞台，笑归可出拢公开。四语例会真精彩，会有四面八方来。全体台语演讲掌声哦。喜羊羊中文国际演讲会王玉华上台。来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干嘛？听讲你是学历史的哦。没错。安尼，你敢知台湾的历史？台湾的历史啊，问我你可就问对人了。哎呀，真臭屁！告诉你啊，台湾这个地方啊，最早的时候在春秋时代。我春秋时代。列子《汤问篇》里面就出现了。不过当时叫做代原。代原。到了魏、蜀、吴三国时代，改名叫夷州。夷州。后来啊，那个臭头小子朱洪武知道吗？啊，朱洪武。对了，当了皇帝的明朝，哎，台湾又改名叫小琉球。小琉球啊，当时的小琉球指的是台湾呐、啊。哦，我老是当官兵的。对了对了，继续听。后来到了1590年的时候，有一条葡萄牙船经过了我们这里，一个葡萄牙选手看到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情不自禁地喊出了 Formosa。意思就是说，台湾是个美丽之岛。这个我莫啥听足济啊，是吗？你敢要听人讲哦？登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完。是啊，那咱住这个所在，那叫做台湾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么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是五藏，我是小次郎，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。你讲不讲？台湾是神奇宝贝，皮卡丘。扯远
就是，台南有个安平港，你知道吧？是金花人等你走。唱起来了。风吹金花似锦罗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你说到金港这两个字，就代表着安平港是台湾早期对外发展的重要港口。哦。而且安平港是一个大海湾。大海湾。所以呢，台语就叫做大湾。大湾。对了，就跟那个。园林的园，大湾，音非常，非常的音相似，所以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，正式把台湾定名为台湾府、台湾户，这就是台湾的由来了。怎么样，孔子的书柜有学问吧？嘿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那么一嘴讲一句，历史无卡输。甲大你加载。哦啊，你刚才。是安怎？咱今日题目叫做“台语早就甲国际化接轨”啊！这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对不起，欠学，唔知影。啊，这个接轨甲火车是不是有关系？Yes, of course. Why not? Certainly. 哎呦，哦，这垃圾语言语呢？哇，英语真老哦！哈，太细，干来要讲这几句。啊，你刚才英语内底这个火车，这个 train 是对台语来的。这也未免太扯了吧！人家英国早就发明了火车，火车在英文叫做 train， T R A I N 呢。如果说这 train 是从台语来的，那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的事儿。讲到让你捌，嘴手就好拍干。哦，讲到让你知，红鞋的人生。是吗？咱台湾当时有火车，你讲讲。台湾什么时候有火车？好像是清朝康熙。清朝光绪十三年的时候，当时有叫刘铭传的啊，老铁车，对他把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叫松富铁路的给拆了，上海不是台湾，上海松富铁路，把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松富铁路听得懂吗？把它给拆了，搬到台湾来，铺设了台湾的第一段铁路，从台北到新竹，对不对？厉害厉害，但是哈、哦，那个火车哈、哦。迄个时阵尔尔，早期的火车吼，拢是遐拖炭。对，都烧煤炭的。迄烟筒吼，嚯，烟蓬蓬，拢是出烟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但一边冒烟，还会一边呜呜的叫呢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。哎，慢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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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离烟，不离烟。慢行啊！怎样的？迄阵遐佫唔是叫做火车嘞？啊，无叫火车，叫啥啦？迄阵叫做出烟。出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迄个早期吼。咱这个是讲有一挂台商吼、哦，台商那时候就有了，有咯，啊，邀请阿多啊来看咱台湾的建设，看建设，阿多啊，要看迄个物件咧，怎样？啊，就问当地人吼、哦，问当地人，哎，是啥？那什么？啊，当地人就讲，迄叫做出恋，阿多啊就发 email 转去啊，发 email 啊，发报告，发报告转去。啊，拍伊不要拍，伊出现在那拍，哎，就用英语来斗哦。这大英百科的很好 ，T R A I N， 劝出现，劝出现，就是来劝的，很大意啦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可就了解了，肯定英语的 SARS 也是从台湾学来的。什么话？你看嘛，外国人只知道 SARS 是叫做这个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嘛，他们是因为来台湾考察病情，听到台湾人提阿公 SA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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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知道原来那个叫 SARS。你看，这也是从台湾学去的。讲到好你把吹出的好怕个，哎，讲到好你，那你，你有钱无？干嘛？用钱我来借。摕一千块借，哎，你刚才才给我200块，一开口就要借1000块，救急，救急！哦，我知道为什么那英文名字要叫救急了，肯定这也是从台语救急来的。会使无啦？好啦 ，OK 啦。我跟你讲吼、哦，真正啦，有心你要借我钱，怎么样？伊会讲 Y E S Yes， 靠心。哎呦，你还真啰嗦呢！所谓说这个上山看山势，这入门看人意。好啦 ，yes 啦，一千块给 ，take 啦。给你借一千块啊、哦，最后要跟你讲，这英语的 yes， 它这个 take 啊，拢是对台语来。哦，你也不会像劝一个被出烟。哎，不，跟出烟没关系。没关系哦。
你甲看，迄、那个美国人两百年历史尔，无啥物文化嘛。哎、欸，太小看人家了吧？啊，因来台湾迄阵哦，路边看着我咧，甲你借钱吼、哦。借钱。哎呀，那会使啊，会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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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哎，美国人，哎，我这会使都袂歹用咧，那学起来啊，会使 ，yes， 会使，哦 ，yes， 会使，所以就是 yes， 你台语来。哦，会使 ，yes 就一千块，然后就啊那退去咧。啊，你听说贵阳有监管无？啊，退去啊，好无？啊，你美国人够倒啊，哦 ，T A K E I T， 啊，退去，啊，退去，退去。哎，那是那 ，Take 是 Take， 哎呦，就几年啊！我看啊，连这个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都比不上你，你这才叫做满嘴荒唐，言是一把辛酸泪，欠菜欧北凤。我怕你怕，出去的会怕干。哎，你能不能换个词啊？干到好你哎，熬起来变老杯。哎呀！从阿爷啊变老伯老扣扣啊！什么老扣扣？我前几日还带阿刀去爬山嘞。爬枕头山呐、啊？哎，阿刀啊吼，爬山了，我带伊去圆环吃叉烧肉。哦，去圆环吃烤肉。叉烧肉，人家火吼，火烟蓬蓬吼。对呀对呀。看圆环啊！大火热潮。哎，阿刀看到吼，就先惊，快快快，靠靠靠靠靠！对呀、啊，他紧张啊 ，fire cover 啊，对呀、啊。廖俊杰讲台语，你听啊。啊？后来我提个眼球吼。那是你带你来，咱台湾人看到火吼，我讲火，阿多阿妈学个，快，我讲紧提个鼎锅扛来，我扛来，我这个火有得扛无，拢你带你来。听君一席话，我终于为什么了解到古人为什么要说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这会教的不如会掰的呀？什么掰？台语若真正要讲哦，下巴袂真啦。是吗？哎，我咧讲哦，唔是干那英语的 yes 是对台语来的。哦。连那西班牙文内底迄是是是是是，嘛是对台语讲的是是是是是来的。是啊。去过西班牙。听到现在，我终于茅塞顿开，恍然大悟啊！我告诉你啊。那个英文啊、哎、那个展示的秀、哦、SHOW 也是从国语作秀秀场的秀学来的。哎呦，很重要来了。那个英文的那个 pop 秀、哎、也是从国语的脱口秀来的。哎呦，对，不但啊台语早就跟国际化接轨了，我们国语也早就跟国际化接轨了。那你现在说西班牙语，你别在那说国语。好了好了，你说吧。那个你要唱Santa Lucia 吧，世界名曲，大家都会唱啊。请大家听。Santa Lucia， Santa Lucia。怕跑啊姐！一条歌，你看是哪里来的？啊，回家两个一的。哎哎哎！快点快点快点，慢个出来慢个出来。啊，对啊，你回家可不可以出烟呐？西班牙人。降淡水的时阵，去迄个红毛城。哦，盖红毛城。去红毛城迄阵，迄个目匠啊。木匠。叫做多明戈。哎呦，世界男高音多明戈。去一半欠三打螺丝啊。少了三打螺丝。台语个不通啊。哎呦，台言语不通。啊，边说。言语不通，不是用比的，就是学我用唱的。啊，跳。哎，不然。伊就甲唱了呀。厝起要起来，窗啊关不好势，窗户关不起来。沙多罗西啊，沙多罗西啊。他不是缺三打螺丝，是你欠打，你欠亏了你。而且董明国下班啊，等于厝啊，回到家了，就讲谁没安家？说起客家话来了。讲唔对你啦，说错了。你讲谁能力大不力大？我阿那达，你讲的是不力大。就问起来，他的阿那达，他老婆到底躲在哪啊？你是辛苦了。哦，阿那西班牙木匠，不是报喜呀？还是你想到就流口水呀、啊？什么报喜？怎么了？董明国膀胱无力。哦，膀胱无力。我被禁死啊！不要急。阿边壮。怎么办？阿哥用唱呀？哎，又唱了。我唱西班牙语。哦，来。Kings
色啦嘞啦嘞，金色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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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啦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金色啦。因为你也膀胱无力，常常唱这首歌给老婆听，才会唱得这么好。讲到给你放，出手就好透干。讲到给你知，阿爷的眼屎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好话三遍，连狗也嫌。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四遍了，好话都给你说成了。说成什么？狗的排泄物。哈哈哈！哦，你嘛卖讲啊，歹听。我跟你讲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养鸡啊吼。是。啊，无咧，咱即马吼。安尼来做一个有淡薄仔泥味的对联，啊，给大家安尼，吼，给大家祝福一下。好啦，天顶月圆，人间月半，月月月圆，对月半。哦，月圆的时候刚好是哪个月月半的时候？有了，除夕年尾，新春年头，年年年尾接年头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考我一句，我也考你一句，可以吗？嗯，来。今儿个这么热闹，大家齐聚一堂，可以说是这个甜甜蜜蜜大团圆。你接下一句，甜甜蜜蜜大团圆，没错，花花绿绿过新年，就甜甜蜜蜜过节，南怀千里大街上响。喜羊羊中文国际演讲会，台湾客家语国际演讲会，会务蒸蒸日上，会员天天增加。喜羊羊中文国际演讲会，王玉华，请给大家一起掌声。下台敬酒。